从这一集开始，我们来分享美式料理。很多人肯定要说，美国哪有什么好吃的，全部都是快餐文化而已。哎，还真让你说对了。的确，美国食物的一大特色就是方便快捷。不仅是这样呢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，美国料理也非常善于吸收各种不同的美食文化，于是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一套美式料理。提到美国食物，大家最先可能想到的就是汉堡了。然而汉堡也不完全是原产美国的食物，在19世纪末的移民潮里，喜欢香肠的德国移民呢，从汉堡港出发来到美国，他们把香肠夹在面包里，这个后来又发展成了热狗，我们以后再聊。在德国移民众多的威斯康星州跟康涅狄格州呢，都相继出现了把香肠肉饼夹在面包里售卖的做法，因为这种食物不需要用盘子，拿在手里就能吃，非常方便，于是就立刻风靡全美国。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了解了，汉堡就跟着 MGKG 去到了全世界。有人大概又要说，汉堡嘛，不就是面包夹肉，跟咱们的肉夹馍差不多吧？经过我们开封菜的汉堡大概率都吃过吧？来，觉得跟肉夹馍一样的扣一，不一样的扣二，咱们看看有多少人是这样想的。好吃的汉堡，一口咬下去的瞬间，牙齿先是触碰到柔软的面包，在麦香的包裹下进入焦香多汁的牛肉里，牛肉里的丰富滋味跟肉香，在番茄跟洋葱的搭配下，肉汁和蔬菜的鲜甜迅速蔓延口腔，一不小心呢，又咬到了酸酸脆脆的腌黄瓜，酸香化解了肉的油腻，若隐若现的酱料呢，把所有食材都带动一起，在口腔里演奏了一出碳水油脂蛋白质的大合唱。一个好吃的汉堡必须满足三点要求。第一，肉的质量一定要过硬，牛肉的脂肪通常要在20%以上最佳，所以牛前肩或者是牛前胸都是很好的选择。第二，面包一定要暄软，但是不能软塌，闻起来呢要有面包发酵的淡淡香气。第三，酱料一定要滋味丰富平衡，酸甜咸鲜都是必须的。具备这几个条件的汉堡，其余食材随便你怎么搭配都不可能很难吃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比较经典的美式汉堡的做法，希望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，多多衍生出一些搭配，欢迎来给我们分享你的作业哦。好，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一个经典的美式汉堡需要哪些佐料呢？最基础的也就是牛肉饼、面包、奶酪以及配菜。酱料呢，我们等一下会专门教大家制作一款我的独门酱料，我觉得也非常好吃。那这里的牛肉呢，我们选择了和牛的牛角肉，它的脂肪含量呢将近快30%，是比较油的。如果你能买到20%以上的牛肉碎就已经很好了。我们这边呢需要120克左右的一个牛肉球，两个球，这是我们做一个双层汉堡。那面包呢，我们可以用布里欧修面包。面包可以在超市里面轻松的买到，如果你不愿意买的话，也可以翻回去看我们早前的视频，牛奶汤种面包里，你也可以学习到这种面包的做法。还有就是奶酪，那么奶酪呢，通常有2到3种选择，其实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，比较经典的呢是用美国的 cheddar cheese 车达奶酪，或者是用 Swiss cheese 就是瑞士奶酪，因为这种奶酪呢在高温的作用下融化的都会比较快，而且它的咸鲜的滋味搭配肉跟面包呢都是很正好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配菜，最重要的呢就是腌黄瓜、生菜、洋葱以及番茄，这都是最经典的汉堡的搭配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洋葱我们就给它切成洋葱圈，不要切得太厚，否则你吃起来就会吃到很辛辣的味道。番茄我们尽量要这种中间比较肥比较厚的，酸黄瓜也依然是切片，尝一下什么味啊？很脆，酸酸咸咸，充满了食物的味道。大家喜欢肉夹馍里夹青椒吗？肉夹馍里夹青椒不是很歪门邪道的做法吗？好，生菜这个很简单，我们把这个筋比较硬的部分拿掉，留下叶子的部分就好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配菜，等一下组装的时候用到就可以了。应该没有人要问这一步是要干嘛吧？面包切开，这是基本操作。你这样盖上去的时候，它的形态也会保证的比较完整。我们现在来开始准备汉堡的酱料，这可以说是除了肉以外更加灵魂的所在。这个酱料呢，其实各家都有各家不同的做法，也就是有的汉堡店味道会特别好，有的汉堡店味道就比较一般。最最家常的其实就是美乃滋跟番茄酱。那今天这个酱料呢，是我的版本，我觉得它很好吃，蘸皮鞋都好吃的那种。我们先来三大匙的美乃滋、番茄酱、
经典的一定要用亨氏的番茄酱，但是这个也没差。然后两大匙的番茄酱，半小匙的蒜粉，大蒜粉，干的洋葱粒或者洋葱粉都可以，这没关系。你实在没有的话呢，用新鲜的洋葱或者蒜泥也都可以。酱油不用怀疑，是酱油，你没有听错，对，差不多一小匙的量。如果你口味重的话，就可以再来一点点。我最喜欢的是拉叉的辣椒酱，如果你没有这种辣椒酱呢，用红椒粉也可以。比较灵魂的黄芥末酱，口味轻的来一小勺，如果口味重的可以来一大勺。我这里呢加了柚子醋，如果你没有柚子醋的话，就用柠檬汁就可以了，也会非常非常好吃。这个酱料呢需要一点酸味，否则的话它就会让你的汉堡很腻。黑胡椒，盐我建议是不用再加了，你可以先尝尝它的味道，你就搅就完了，这没有什么高明的技巧，这样的质地就可以了。这个蘸薯条也非常绝。我们现在牛肉呢在上锅前需要整一下形，出于这个牛肉饼呢你不能够捏得太紧，这样的话牛肉的口感会很硬，那你也不能捏得太松，否则这个肉饼在煎的过程中它会碎掉。这个我们可以在手掌上把它压扁，也可以呢找两张烘焙纸，这样给它压一下，压平。多大呢？大概是1公分厚度左右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牛肉饼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就这牛肉饼的中间啊，我们要用手指给它按出一个小坑。煎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肉的蛋白质受热以后它会收缩，会向里面聚拢，这样的话这个肉饼就会增高。我们为了让它能够保持比较好比较扁平的形态呢，我们要在中间捏一个小坑。牛肉呢不需要提前调味，上锅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撒一点薄盐就可以了，如果你喜欢黑胡椒你也可以现在撒。好，现在可以开火上锅。这一步其实我们需要两口平底锅，一口铸铁锅，一口不粘锅，或者是别的平底锅都可以。这口铸铁锅呢我们要用来煎牛肉饼，另一口锅呢我们也需要把这个面包用黄油稍微的煎一下，特别是这个切面的部分，这样吃起来就会比较的香。加热铸铁锅，因为在煎肉饼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全程大火。好，给它撒一层薄盐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我没有在很早就先给这个牛肉调味呢？是因为盐如果加得过早的话，盐会让这个肉会脱水，这样的话肉吃起来就会很干柴。平底锅里面也撒一层薄盐，这个作用是为了给另一面的肉调味，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防止肉饼迅速的粘到锅底。当你感受到这个锅已经很热很热，你的手已经没有办法在上面停留了以后，你就可以下肉饼了。有点东北贴大饼子的意思。哎，好，注意肉下锅以后不要立刻翻动。翻面以后呢，下一块黄油，百里香也加进去。这个时候呢，迅速把奶酪盖上去，关火。找一个平底锅盖上去，利用里面的热气呢把奶酪融化，让锅子里的余温呢最后把肉再加热一下。我们希望的熟度呢大概是5到7分熟，如果你不喜欢吃生的也可以全熟。这时候我们开另一个锅，我们把我们的小面包再给它煎香一下。好，看一看，透视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，有点金黄发焦就可以了。好香啊，一股黄油的香味。那当然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完成了汉堡所有的准备工作，可以开始组装了。这就是刚才制作好的小酱料，这个用来蘸薯条也是一绝。煎好的面包呢，表面涂上这种酱，需要多少呢？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定啦。这个酱料很灵魂，是会把所有的食材呢全部都结合在一起的味道。漂亮的生菜，我们是准备了今天的双层芝士汉堡，把肉饼放上去，还拉丝，好香。然后小洋葱，还有我们的腌黄瓜小 pickle， 再来一层，另外一只肉饼，这个汉堡可能会很高啊。嘴巴小的同学大家慎重。
百里香的香味非常非常浓郁。好，小番茄、洋葱圈安排，加上我们的小腌黄瓜，哒啦，完成。哒啦，小汉堡怎么能不配小薯条呢？那必须得把薯条也给安排上啊。不会炸薯条的同学请翻看我们之前的土豆三吃视频，学习一下如何炸薯条。好，下面开始大家万众瞩目的珠光试吃环节。做不了呀，万众瞩目嘞。首先尝一尝小薯条，哇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外脆里嫩，绝对比 MG KG 什么都好吃。我们有两种小酱料哦，我发现蘸我们自己做的酱料比番茄酱还好吃，里边有些些的辣味儿。重点来了，你们一般怎么吃汉堡的？我吃汉堡的时候，特别是这种比较高的汉堡，我一般会先把它压扁，这样方便它进到嘴里的时候能够没有太多的空气。哇，这个汤汁，嗯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食肉动物的福音，好吃的双手在颤抖，太香了。Shake Shack 啊 ，Five Guys 等等比，绝对比他们强。我们的肉量比他们多，哇，好香哦！别吃光了，不吃光，不吃光，留一点给宝树吃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